这一集是为徐熙娣做的，所以你在当不良少女的时候不是抽烟那一派的，就是不是那种烟瘾型的。OK，好，欢迎五位大哥，他们都是抽烟烟龄很久的明星，欢迎欢迎。看起来烟龄最早的是，你说刚抽的吗？最早抽。我觉得玉林哥的肺应该已经烂掉了。讲的很贴切，沈玉林看起来像抽最。最年轻就开始抽了，我觉得他的脸上就写了，他的内脏都已经烂掉了，你不觉得吗？肺啊，难道他写烂内脏吗？你就对比于包伟明的脸色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包大哥只是就是长得唇红齿白，就不公平吧？哦，没有，这个当然还是要经过这个一番洗礼之后。所以戒烟后皮肤有变好？完全变好。你真的有差那么多吗？差非常多，尤其这四年半来。我整个年轻少说10岁到15岁，但是一般都说你打胎盘素。对，喂。对呀，那我们戒烟可以倒过来10岁到15岁，差不多。你是说毛细孔立刻缩？当然还是有经过一些保养，没那么夸张啦。这个烟哪有那么厉害？我还问医药记者陈小姐，所以戒烟可以变年轻吗？会。因为我们抽那根烟下去哦，大概有4000多种化学成分，然后其中有2000多种证实对身体不好，然后另外2000多种是对人体有帮助。没有，你讲一种，我听听看，不要2000种。有60几种是会致癌的，你看看。所以你抽那支烟下去，像很多人讲叫香烟脸啊，它会被烟给熏黄。会有香烟脸。可是为什么有一些欧美名模啊，已经长期抽烟，可是皮肤还有脸都看起来很美啊？我觉得那些名模们也许背后还有做脸或什么，我们并不知道。但是像抽烟这个事情，很多名模们他们会有迷思，就是觉得说抽烟之后他食欲会降低，所以就会变瘦，用这个方式来减重。是，但事实上用这个方式减重效果并不是。很好，就因为有人怕戒烟之后发胖，对，很多戒烟失败都是这样的例子。戒烟后发过胖的举手。不是发胖吧 ？OK， 是吃多，是为了想要让自己不要犯烟瘾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你戒烟以后呢，你好像就是嘴巴味觉变好，对，然后你觉得你就是想，嘴巴想动。就是有一种口音，只是一个习惯动作了。吸奶嘴是有用的吗？吸奶嘴其实也蛮有用的，吸原子笔也可以。只是你敢不敢沿路这样吸着奶嘴走？只是。所以你就塞个东西往嘴里放就对了。有，我曾经咬过手指头啊。啊。就是，你是说这样走路比吸奶嘴要有面子？比他幼稚多了。没有啦，就是你其实我们抽烟其实是一种习惯动作。所以戒烟后发胖的程度，你重多？你重多？我那时候戒烟前是140磅。那我戒完烟以后是160磅，对，麻烦讲公斤好不好？我们公斤大概有八，人家纽约回来的，对啊，这样外国公斤有八，差不多有10公斤左右。姜伟文，我也是，我本来大概75嘛，然后后来就胖到大概快90。哎呀，可是我看不出来，你水肿吧？没有，因为我骨架很大，所以那时候大家才觉得我变壮了。可是就是一直去运动，一直运动，然后再把它瘦下来。我是胖了13公斤，86。胖到86公斤，哇！所以那个时候的你看起来胖吗？肚子，然后有一点憨灵还好，因为主要是那时候拍戏，正好拍戏的时间。玉林哥是那时候戒的时候，这边肿了一个东西。喂，从小就肿的啦，怎么从小了？是10年前啊，10年前，那时候大概胖8公斤。那时候戒烟是为了因为交个女朋友，她不喜欢烟味。后来戒了2个月，戒两个月以后就爆肥嘛，对吧？那种暴增。你为了爱情戒烟？为了爱情戒烟。后来爆肥的，他8公斤至10公斤。有一天他握着我的手，拿了一包烟给我。你抽吧。我说你不是讨厌烟味吗？他说与其你发胖，还不如你抽烟。然后我说你为了我愿意牺牲你自己，宁可忍受烟味。他说是的，因为我爱你。就把烟给我。这剧情受不了，这剧情能不能换一本好不好？不喜欢，我很不喜欢，很不舒服。真的啊，而且你们都觉得夸张，事实上是后面还更夸张。他讲完说，因为我爱你，
If I gonna， 他就算是歌起来的。所以你的故事没有办法说服我们的原因是，难道跟玉林哥交往是为了外形吗？不是啊，就照理说你肥死或者你抽死他都不 care 啊，因为他更喜欢你的。如果说跟包伟明在一起，然后是为了外形，这样很好懂啊，就不准他胖。可是为了你，那前提是因为那个时候确实耐克还在，那很奇怪哦，因为人胖，然后养分也滋长。所以是瘤变大。没有，他女朋友应该是跟他在一起之后，然后想说，算了，还是让他早点抽死好了，趁早脱离这个苦海，摆脱。抽死一个少一个。史丹利胖了多少？我没有实际胖到。OK。对，因为我抽烟，我戒烟的时候是不会一直想吃东西的。不过史丹利，我觉得你是里面啊，因为抽烟看起来气色最差的人哎。是天生的，天生的，因为他是吸毒。对，天生偶练，我全家都这个样子。而且沈玉玲，沈玉玲为爱戒烟，你知道蒋伟文是为了性戒烟。哦。没有，因为我是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因为以前。他说抽烟都会得肺癌嘛，然后烟还会写一个什么骷髅头，而且会得肺癌。我觉得那我了解这件事情。他有我就抽了8年，然后有一天我打开报纸一看，上面写说抽烟会让男人阳痿，砰，震撼到了。我觉得哇塞，太可怕这件事情。那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，但是我怎么还是抽？因为太旺盛了，想要来压。可是你知道，他的报纸上面写说，通常男人不会自觉，到了40、45以后。开始性能力下滑，以为是年龄的关系，其实是因为抽烟让血管变比较小，对，比较细，那心脏没有办法把那个血打到重要，就没办法抽血。你读的好细哦，这一篇，因为那个很斗大的字啊，我整个呆掉，一直读得很细。那一天就决定要戒烟。嘉伟，你一戒烟之后就不阳痿了吗？我以前也没有阳痿，自己讲的逻辑不就是这样吗？对呀，怕什么阳痿？没有，我是说我要预防自己有这个状况发生。应该说你不叫阳痿，我要说因为你经常在海外，那所以你怕阳痿。因为阳痿海外，你们两个要到旁边去另开辟一集啊！他们两个要另开辟一集，他们谈一下。我觉得巴拉哥，我觉得像就是沈玉玲为了要主持自己的节目，是拿我们这边当排练场。我跟你讲，在练习讲笑话。我就试看一些笑话好不好笑，不好笑我就去那个节目就不要再讲。拿这边当什么？我觉得事实上戒烟以后精神变得很好，而且呢，在运动量增加很大，所以整个人活动力就变很强。所以我觉得就感觉年轻很多。徐艺弟蒋伟文最近被拍到，有吗？被拍干嘛？跟路人上 motel， 被取名为酒窝妹。没有了，这礼拜的事啊。所以这个是他不准你表现不好，所以你戒烟对不对？也不是，我觉得是这个真的。酒窝妹是什么背景？真的，酒窝妹没有什么特别背景。酒窝妹她是住在哪里？他就是对呀，关系嘛，聊一下，关系，大家聊一下嘛。玉林哥，我后来发现你现在还死不戒烟，是不是就是为了要避掉跟佩珍发生关系？这个讲，然后让自己用烟雾挡住佩珍，然后他就说：“我真的烟量太大，已经没办法。”然后佩珍他就也没无话可说了。哦，因为抽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，真的就跟性有关。我们常讲事后烟嘛，那我经常在研究说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很奇怪，就是为什么激情过后总要抽一根烟？为什么？后来我就研究出一番道理来。那真的是在化解尴尬用的，因为男人是下半身思考的嘛，所以他在想要得到这个女人之前呢，会做出违反他个性的言语跟行为。我好爱你哦，没有你不行。即便像我这么严肃的人，我也不能免俗的会说，哎呀，小宝贝，小亲亲了吗？啊，终于如愿了，得逞了。得逞完之后，突然我刚刚怎么了？我刚刚怎么干那种事情？是啊，完全跟我个性截然不同。对，然后加上看着旁边这个女的，你会极端的厌恶她、讨厌她，你想赶快离开她。那这跟她就无言了嘛，没有语言了嘛。最佳的化解尴尬、凉拌天杀的尴尬的方式呢，就是抽一根烟，然后就你就边抽边思考怎么样找什么理由来离开她，故作镇定。你为什么不趁她昏睡的就走掉算了呢？男女不太一样，男生是做完之后。会想昏睡的，但女生奇怪做完之后她心情特别好，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One more time， 对对对。然后做之前你是想抱她，做完之后她就想抱你，啊，做完之后她抱你的时候觉得很黏，觉得好腻。你干嘛生食肉啊？好腻。哦。她这种外形还有平，这样讲话，也不拿烟烫你脸，不笑，而且拿酒根戒疤，还是有人爱她。事后烟好，事后烟这个话题是很有趣的。大家都真的抽过事后烟吗？都尝试过，
其实我是觉得，所以床头一定要有一包烟，是不是？如果以前有抽烟的时候，势必会。然后真的像电影里演的那样，就是转身过去就把它点起来。对，转身过去点起来，通常对着他，还是要碰，要看他的时候，就是把烟吐在他脸上。那是你吧？对。所以你是说，当女生看到男生在抽事后烟的时候，他心里明白，代表就这段感情已经没了，是不是？不要乱讲。人家才刚结婚，在节目，现在正在看这个播出啊，同时你知道有多少人在抽事后烟？因为被你一讲这个烟，感觉更怀鬼胎，同床异梦，完了。他现在本来很无辜，我不是你一招一招，你要真的话，搞得全国他人心惶惶，他不敢抽，都不敢抽啊！你也抽吸了烟，那女人拿烟灰缸起来猛砸，真的，还家暴了。不过我觉得男生会就是事后烟，因为男生一做完就会突然之间想一些很正经的事情，比如说今天做了什么事，或者工作上哪里表现，就突然之间，或者你真的会有那种说我要跟这个人怎么接下去发展关系吗？这种很严肃的事不会，通常一做完以后突然因人而异了，因为每个人个性不同，做完真的就想离开了。这个哈，我们不要当伪君子，我相信任何男人共同的心态都是一样。那很多医学家、科学家也研究过这个问题。好，对，在很多医学家研究过这个问题，科学家也研究过，都研究过相同问题。这个是符合生物法则的。对于雄性动物而言，它的目的就是传宗接代嘛，对，所以它就是它的任务目的达成了以后呢，它就赶快撤，因为已经没有功能了，不需要了，赶快撤，撤去哪里呢？撤去找下一个对象。OK， 散布更多的基因出去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刚好哥是读书人，就跟我们都心灵相通。我都听不懂，他想把你这段话打发掉，赶快换下一个人来访问。好，大家在那个烟龄一开始的时候，抽烟都被不同的人勾引哈，所以通常什么样的人会叫人家抽啊？就是自己已经大烟枪，然后会逼人家抽，是不是？是，就会说你抽一口啦，就是很好抽啊，然后就可以跟大家打成一片什么之类的。这叫社交烟，是不是？社交烟。所以韩俊杰是社交烟开始的。对啊，其实我想大家开始抽应该都是社交烟开始，就是别人敬你的，就成群结队去抽烟。在纽约吗？其实部队也会这样，部队当兵的时候也会这样啊。部队里面请抽烟，然后接受的话抽就会，大家就会聊得比较开心。对啊，然后聊长官的坏话这一类的。其实那时候我这一方面是在纽约工作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大家都会出去抽烟，那如果跟着出去抽烟的话呢，就可以听到一些八卦，或是谁跟谁又在一起啊，或是老板的新的女人是谁啊，或是什么。跟女生进茶水间去泡咖啡的时候聊天一样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是这样，就主要都在讲别人的，就是在讲一些八卦或是一些讯息。所以你是为了听八卦才抽烟的？哎，你这个理由也蛮真的啊，真的，你不想去他跟去抽烟的时候，那个讯息是很快，就是谁知道谁被要马上要被开除都知道，对对，一个礼拜之前就知道。你后来是住纽约嘛？纽约人是他们抽烟，像工作的时候抽烟，他比如说他要做一个 decision。他可能到外面抽烟的时候做这个决定啊什么的，那你根本就你没有去抽烟的话，隔在核心之外，对，就不在核心里面了，你也不知道八卦怎么回事。可是你现在冬天如果坐车经过纽约的大办公楼，那些抽烟的人还是冬天在户外，好冷到这样，好可怜哦。可是他们说就很有气氛啊，对啊，就穿大衣然后这样，对，那这种革命情感的感觉。对，在机场抽烟都可以交朋友。你看哦，香港机场来自四面八方，根本不认识哦。我曾经在香港机场哦，这样抽抽，然后碰到一个我也不认识哪里，我甚至连哪个国家都不知道。然后他跟我借200块港币，我也借他了。就只是因为抽烟这样聊一聊，聊一聊了，哎，聊就聊出友谊来。你也太阔气了吧？他到底住哪里？他应该是被勒索，然后把他讲得好听。应该是，就其实还被打。所以他们戒烟有一招，好像就是把自己搞得要吐的，就不想再抽了。这招非常有用哎。怎么弄？就是你，比如说你。一般你一天的烟量10根，你就抽到一倍20根，然后你抽到那20根的时候，你就会心神恍惚想吐，然后就是尼古丁中毒，那个时候你就会排斥烟，但是你要连续做好几天，就每天抽到这样头昏脑胀吐，真的很有用，然后你就会永远就不敢再抽它了，就会不想再碰香烟。这真的可以吗？对，有人用这样的方式叫洪水猛兽的方式啊，就是你一开始可能。像那个，也许只抽5根烟、10根烟的，他一次可以点3根烟起来，一直猛抽，因为那个烟会让
肠胃感觉不舒服，那你一根烟也许不会有太多感觉，可是三四根烟一起点燃的时候，它会不舒服，然后你会记忆说烟不舒服，烟不舒服，之后就会有办法可以戒烟。但是如果那个环境，像我刚刚听大家的那个故事哦，如果是为了爱情戒烟，通常成功率都不太高。因为爱情会消失啊，万一消失了的话，他就可能会报复那个女生在更开始抽烟。可是有一个戒烟的方法哦，我听了非常多的男生戒烟成功的都是为了小孩子。可是这个理由就会让 Stanley有一个借口，就是更不戒烟，因为他说等我以后有了小孩，我再戒就好。他是真的这样想的，我都这样跟我女朋友讲的啊。那你说那搞不好十几二十年后啊？对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哪时候会有，但是他们就会相信了，就会傻傻在那边等的嘛。都要等我今天大家都好轻蔑女性。对啊，你们把我们当什么啊？你们自己抽烟的人会不会怕手上的那个烟味？会，尤其是早上醒来的时候。突然之间闻到自己手头那个尼古丁的烟味，对焦油的味道，味道很臭。其实对不起，我要讲几句话，因为抽烟有分两种，有一种上瘾的，一种没有上瘾。因为所谓上瘾型，我们抽的是真的食烟抽到肺里面，因为我们抽烟是一吸吐出来，再用鼻子吸进去的，再吐出来。就是有一个循环系统在这里，就像有人喝醉酒吐出来再吃回去，对，吐出来再吃回去，这个在你节目中玩就好了。所以我说这个抽烟不同，有的是抽空烟，所以你要他戒掉，他很容易，他根本没烟瘾。可是，请问我们是真的烟瘾到一个不行。请问你们老烟枪这种，就是嘴巴出来，然后鼻子再吸进去的，再出来再吸的时候，难道它不会越变越没味道吗？没有，会没有烟，其实都在尼古丁焦油都已经附着在，所以就慢慢把它储存到肺里面去。对，以前我们都抽浓的，像黄肠兽。那是很烈很辣，黄肠兽叫做黄肠啊，对啊，黄肠对，简称黄，简称黄肠哎。后来出一个比较淡的是白肠，然后最后抽到五肠，干嘛？在接什么？有白肠，白肠比较淡嘛，就 light。你们很无聊，总共就只有黄肠兽跟白肠兽，也要取一个术语啊？有什么毛病啊？感觉很多烟很好笑，你说像那个明明叫 David 豆腐，那是本来是很高贵的烟，对啊，后来就变成讲成豆腐。对，就没人讲 David 豆腐 ，David 豆腐叫豆腐，就来包豆腐，来包豆腐，对啊。那有什么 Mile Seven 这些要取吗？就是 Mile Seven 小七啊，这个叫小七吗？对啊，小七。那现在大家还喜欢吐烟圈吗？那个是很老派的，那个现在吐烟圈会被笑。对，我爸那个年代，吐烟圈的乐趣到底是什么？就是耍帅啊，成就感啊。其实我们学会抽烟都是为了耍帅，他那个是蛮台客派的做法。中南部在丢烟蒂是很有酷水的，他是这样，他比方说已经抽到差不多，对不对？一般我们就抽啊，就洗掉嘛。他专门是啊，他就这样。真的吗？没有，没有，真的没有啦，真的要弹烟，没有要弹烟。像我们抽了完之后，我们就这样。不要那个特别说明一下，乱弹烟蒂是要被罚钱。有了，我们知道了。没忍很久，但史上没有人被罚过，就是可以被检举，对不对？对，可以检举。我跟你讲，现在的检举是你劝阻无效，是罚2000到1000到5000块钱。你劝阻，台湾有5到10个人在做这个行业，他专门拍你弹烟蒂、吐槟榔汁，然后他一个月可以净赚10万块。然后跟大家讲一个更好的方式，他当检举者，对。然后基隆现在已经开出50几张罚单，因为丢烟蒂的问题。然后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，你只要拍到他抽烟，你不要劝阻他，你只要拍到他抽烟，他就要被罚2000到10000块，那你就可以抽成了。所以这是一个新兴的行业。那你只要拍到那种场所，在3人以上的场所，他如果桌上放烟灰缸。哎，你把它拍下来，它可以罚1万到5万块。哇，放烟灰缸也不行，就是不能有抽烟的，对，不能有让人家抽烟的一些道具在桌上。哎，汉典，汉典，你知道那个我们制作人抽烟吗？哦，我知道，所以你以后就跟他旁边一直拍就好了。拍，你就靠他大捞。每个月赚的钱比在节目赚的还多哎，真的。那我等一下试试看。所以现在你们都知道。罚则了，对啊，哎，如果现在还有人叫拿烟给你们抽，你会抽吗？不会，因为并不想。现在是觉得会头昏，会觉得，因为我觉得戒烟是一段时期了。一开始戒的时候会觉得还想抽，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就会觉得有点反胃。可是如果蒋伟文戒烟后还是那个那方面
不行的话，他就没有退路了。跟他烟抽不抽烟是无关呐、啊，是他本身的问题、啊。我没有，我只提供这一则新闻给他，我并没有阳痿问题。不是你自身的故事是不是？并不是，没关系，勇敢说出来。干嘛我？欸、台湾的戒烟都没有像电影里演的那种，大家围成一圈说，我叫蔡康永，然后我抽烟十年了这种吗？老大帮你鼓掌，戒烟班、啊，我已经两个礼拜没有抽烟了。有啊有啊，因为我在2006年是戒烟大使嘛，所以我们常常有巡回、嗯、全省一直到花东地区。那其实看到很多戒烟的人，就有分享，嗯、分享他戒烟。所以分享真的要这样讲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当然他也会讲他一些的过程嘛。嗯，那分享之后，当然很多人还是要给他鼓掌啦，这样子、啊。所以戒烟最困难就是第一个礼拜，是不是？那戒烟应该是前3个月。啊，要一个礼拜不行啊，一个礼拜不算数啦。嗯，一点都不算。以我们戒烟来讲，其实真的你要戒透一年，戒透哦，一年。嗯、所以你现在拿，现在把烟放在你手上，你已经不动心了，这样叫做戒透了，是不是？我完全不动心啊，然后那如果沈玉在旁边喷你烟呢？我也不动心、啊。可是如果比如说喝了几杯酒，有点懵了，然后应该就会了。我也不会，也不会，也不会。那你现在事后也不抽了吗？我事后也我哎，没有事后，事后喝猛开喝开水，事后猛喝开水。因为刚才对，嗯，然后现在主要是什么？主要我们讲到哪里？就说戒烟最困难，最困难的日程是日程。这其实应该我这样讲，第前三个月，因为前三个月的话，你常常会有朋友知道你抽烟，也会跟你希望能烟酒不分家的这样请你。再加上呢，其实那种心理的成绩，人只要碰到烦，我们抽烟是为什么？烦，对，兴奋，无聊，无聊。开心，反正吃饱、睡饱、睡前时间太多、啊，无时无刻都在抽烟。男生抽烟是不是还有一个是装帅？哦，现在广告都把那个影像拍得很帅气，很 man 牛仔，对 man 啊，抽个烟，划帆船，或者是很 gentleman 啊，对啊，开跑车，哇，那个有没有？所以这样的广告已经被禁止了，大家看不到了。所以现在剩下的平面广告是？对，平面广告只能拍一些蓝天碧海之类的，它不能有人物，它不能有抽烟，去拍那种香烟广告应该。大家就戒烟嘛，沈玉玲叼一根烟，大家就算了，别抽了。你这想法很好，所以他就是戒烟大使，可是反面的，没错，就是戒烟会变成这样，对，也不帅啊，气色差什么的。所以戒烟成功的有哪几位？哇，好厉害哦！等一下，我们跟林则徐。哎，你们会不会很想要规劝还在抽烟的人戒烟？其实并不是说规劝，就少抽一点啦。我完全不会，可是没有少不少抽，就是你少抽就会变成多抽啦，就是什么意思？要嘛就禁绝断根，好就都不要抽。那很多女朋友、老婆啊、妈妈都会劝说，那你就少抽几根吧。对，那少其实抽一根，你就会想抽第二根，所以少抽这种话是真的吗？不能说一天只抽一根。我现在讲这意思，我所谓说少抽的意思说，说我根本不会想让你去戒，因为我硬要你戒烟，你也戒不会戒。对，只是其实少抽是关心的话术。我觉得家人应该是要这样，因为你就不要说啊，你抽啊，这受不了。那我受不了，我出去抽就好了。对对，你应该是要用关心的方式，他才有办法去戒烟。恐吓他呢？所以你这样会恐吓更恐吓不来了。我告诉你，以前我们戒烟所讲的，你肺什么什么啊，你可以什么你可以讲一百种，谁去在乎啊？你可以讲一百种疾病啊，但是抽烟的人他可以举很多反例告诉你、啊。对对对，他可以告诉你说哪个人类哦、喔、活到165岁的，还是抽烟啊？抽烟、烟酒、咖啡、茶、槟榔什么都来。他也活到100多，所以到底要什么？那有的人完全不抽烟，30岁就驾鹤归去。没错，大哥这样讲啊，这是真的。因为我们以前没戒烟之前，我们都是这种想法。那我的戒烟方模式是因为把爱传出去，因为你不要去影响人家嘛。我们也不是个坏人，你干嘛去抽烟去影响人家？所以戒烟其实就是用环境去影响。那我的戒烟方式把血送下去。所以你就真的有问题，是阳痿吧？有承认了嘛？那我们抽烟对不对？抽烟是把血提上来了，直接吃春药。你为什么要？你总算坦诚，我太累了啦，就去药房买那个什么什么就好了。好，所以那个没有戒烟的两位 ，Stanley 现在一天几包？大概一包多，然后陈志忠两包，我的烟量比较大。但是我某种程度就像那个包大哥讲的，其实我并不是每根烟都这么扎扎实实的吸进去的，是一种习惯啊。比方说我们在想事情或者跟人家聊天，那就一根，也真的是一根接一根。你不是自夸你是电视圈唯一可以在摄影棚里头抽烟的人，因为有的摄影棚已经熟到哈，说像比方说某些电视台很熟，那警卫啊上上下下都很熟，所以
录摄影某像这种地方一定是不能抽烟的嘛，但是只有我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有那个地位跟声望。所以你是说你现在可以在这个摄影棚抽烟？这里不熟啦，这里不熟，所以就不行。我觉得应该只是因为制作人里面只有你还不想活太久，所以你就很迷那种霸气的感觉。对，所以每次我要咔之前是。哦，这个有道理。那你可不可以就不要真的拿烟，你只是假装甩，然后踏一下地板？不行，那要变娘了，那变成干什么？少了一个辅助，对，少了一个辅助。所以你人生很需要道具让自己变帅。对 对，我必须要让道具来辅助我的自信了。可是你知道他另一半曾经为了他藏烟呢？对。所以家人藏烟有没有用？帮助戒烟没有用，只会惹火你们吧？真的会惹火，因为他们就不想让你抽，然后不想让你抽的方式就是不要看到他啊、对，他就到处藏啊，衣橱啊，然后什么，结果搞得全部都烟味，衣橱也是烟味。对，为什么不丢掉算了？没有用啦，我刚好就跟戒毒的人一样啦。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要面对他，戒了他，这才是最上上之道。要自己要领悟啊。要觉悟，说我要戒烟这样。所以我们现在讲什么大道理都完全没有，其实没有用，而且要自我催眠，说我一定要戒烟，我要什么时候戒烟，就每天跟自己讲，你戒是因为什么？我因为开始抽烟的时候，我也不是就觉得，其实我以前很反对抽烟这种行为，我觉得是很不良的一个行为。那当时我开始抽的时候，我觉得说好，那我给我自己一个时间，那我就想，我那时候就是对自己许下一个愿望，就是说发毒誓，说我30岁戒烟，我现在抽没关系，抽多抽少无所谓。我30岁一定要戒烟，所以是没有原因的，没有原因呢、啊，就觉得说时间到我就要戒，就靠什么方法戒？我一开始就是用那个贴片，尼古丁贴片。嗯，对，那因为那时候尼古丁贴片是贴了以后会有尼古丁跑到血液，对，会进血液，因为会上瘾啊，跟尼古丁有关系，尼古丁是会让人家上瘾的一个。对，贴那个贴片就会有尼古丁进去了。对对对，但是你不会有整根烟草的那种。讲到4000多种的化学物质在里面，只有尼古丁，对，只有尼古丁进到自己血液里面，然后那对降低烟瘾说没用啊，所以贴尼古丁真的有用，不能把贴片撕下来踩一下，因为它迷的是那种，对，它是贴错，贴成避孕的，因为它如果迷的是那种感觉，手啊拿的东西，这是真的，因为戒烟到现在我已经完全不想抽，可偶尔会想到是因为，比如说你看到自己的偶像在荧幕上抽烟，比如说我们艾尔达斯诺啊，对，哪个你觉得很帅的男明星，你从小就很迷他的人，突然在戏里面拿烟出来抽，你就觉得啊。好帅啊，还是好帅啊，觉得他抽烟很帅。那你为什么不拿一根在手上装帅就好？但是已经没有那个烟瘾了，也不想再开始。因为现在好莱坞不会有这样的镜头出现了。以前好像听说这也是他们的宣传手法。因为有一个年代，你说侦探不抽烟，真的看起来很怪啊，看牛仔啊什么的。他思考，认为要思考就是要拿烟，黑社会啊，或是要判断或做什么。我电影画面当中，我一直有印象，你知道甄芳达吗？就是非常前辈的明星。对，然后他有一次演一个妓女。那他就在床上，他就把脚这样弄着，在擦脚指甲油，然后一只手呢就拿那个平常夹睫毛那种夹子，夹了一根烟，这样抽，一边擦指甲一边抽，怕手指有烟味，就是不能染黄，不然生意会不好，对不对？手指头会熏，手指头会有烟味，就是想要用别的东西来夹烟抽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你干过这种事对不对？对，我就有准备道具。他会用叉子抽，对我后来就会用道具，叉子是其中一个。那如果像在外面吃饭有那种免洗叉那个餐具，我就会用这个，然后呢，把这个烟夹住，因为免洗餐具会比较有弹性，不会那么紧，他就会这样抽。这样好蠢哦，对啊，蠢，这根本不好。对，所以我其实不是为了耍帅，是为了要抽烟而抽烟。筷子也可以用，就是有任何东西可以让我不用手去拿的，我都 OK。对啊，就这样抽啊，好，这很有用，真的很有用。可是等一下，吃四季豆，可是真的很有用，因为它迷的是吸进去的感觉，就是我喜欢那种，这样就不帅了，不需要帅啊。而且不是每个人都讨厌手指那个的味道，对，像金小琪就不会讨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喜欢手指淡淡的味，烟草的味道。哎，你这样，我们今天要剪掉很多你的床，很累，姐姐。真的听歌很细心，他真的很敢挑战他。等等，你们真的遇过？众位男士，你们真的遇过女生说我喜欢闻你手指头上这个烟草的味道吗？没有，没有吗？那为什么金小琪喜欢你？除非那个人喝醉。
没有女生喜欢这种，不可能。因为我觉得手指你勉为其难硬忍的话可以忍过去，可是如果嘴巴你抽完之后，配合你那个嘴巴会形成一种很酸的恶心的味道。对，酸。如果已经是在里面发酵，哇，那个臭死了。对，酸的，然后这边跟你讲话还讲一些浪漫话，你真的一拳想给他打下去。所以你有想，你有喜欢过那种如梦似幻那种在那边接吻，然后烟一直从两个人嘴边冒出来的吗？那女人下次就含一个干冰跟你亲，那比烟大了。那你们我有遇过那种，就是你们用手指头去接触女生，比方弄她头发什么，就她说，你手指头好臭，有这种有烟味吗？手指头烟味很严，是很。其实不止手指头，你其实周遭大概一公尺就有味道，有味道，对，就是抽烟的自己闻不出来的，抽烟抽闻不到，对，不抽烟的旁边一闻就闻到，头发也是味道，什么都是这样。你号称戒烟了，可是你只要冲进厕所去抽一口出来，你以为别人闻不到，其实我知道，对，很轻，很真的，就是你大喷口香剂完之后，头发也全部都是那个味道。没有用啊，除非全身洗透透，然后再离开那个空间。而且你进厕所就出来，那么香，这也太明显吧？那个香水是掺杂着香烟味，没错，就有点风尘味。所以尼古丁贴片贴了后就很，其实尼古丁贴片只是。就像刚刚那个医生说的，它是让你就是身体的尼古丁需求有满足，嗯，但是你还是有那个抽烟的动作行为，它只是抑制而已，对，并不能。就是你要分开两边去各个击破，一个就是尼古丁需求，一个是你的习惯。行为，对。贴片很贵吗？贴片那时候在美国很贵，一个礼拜七片大概要60几块哦，60-70块美金。美金，那比抽烟还贵。哦，那那时候一度想说，我干嘛买贴片？不是抽烟更便宜这样。那贴了之后，台湾有健保给付。可是后来我发现，第二次就是我有朋友跟我讲说，美国也是有像就是劝导戒烟的，你可以直接去上网申请，不用钱。对，可以打0800-636-3633，他会给你那个免费的戒烟电话。我觉得戒烟还有一个好方法，就是跟你最讨厌的朋友讲，就是他，而且他会看衰你。对，他会看衰你，他。特别是你不想让这个人看不起你的那个人，你跟他讲，然后你说你正在戒烟，然后他就会不可能啊，酸你，你知道吗？少来。那他如果说好加油怎么办？你就不会像比如说我就跟艾利克斯讲，他就会。你最讨厌他？其实我很讨厌，爱跟恨是一线之间。我蛮讨厌他，然后他是比我还先早戒烟成功的，所以他看我那个眼神，觉得你绝对不会成功的，然后一直教我一大堆戒烟的方式，什么吃圆珠笔啊，干嘛一些怪方式，所以我就硬要成功给他看的。所以他戒烟是为了小孩吗？他戒烟是为了小孩。你戒烟是为了艾利克斯？不是，不会养伟，是为了那篇文章。性功能不要有障碍。对，因为他以前阳痿。阳痿，阳痿是他一生的痛。对对对，而且他血液送水送上。难怪他的前女友要嫁给泌尿科医生。对。这讲到这边来了，合理的，合理好深。那包伟明的戒烟呢？方法？我戒烟方法其实就是每天对着烟拿烟。放在嘴巴上，然后不点。吸在吸什么？吸空气。其实我的意思说，其实抽烟的人真的只是一个动作，除了尼古丁之外，跟上瘾，真的就是一个动作。习惯动作。那你说拿筷子很傻，拿圆珠笔瞎，对不对？你说再拿其他东西怪，还是拿烟，就是不点。所以这一招玉林哥是可以用的啊，你可以试试看，真的蛮好用。我真正想戒烟是也就前不久而已，有一个整形诊所赞助我说要美白牙齿，好，然后我就去做了。我不晓得，我以为美白牙齿就是拿刷子。一个整形诊所赞助你美白牙齿，对，因为他有附设牙科啦。他哪来的 ID 也会找你啊？因为他想要我代言。对，我就哪来的 ID， 我想要找你代言。因为他觉得我帅啊。因为有空间呐，有空啊！你一定要这么绝吗？那你一定要接说，那个不应该开整形诊所，应该先开眼科吧？这些眼睛好。我以为整美白牙齿很简单，我想象中应该是拿个刷子刷一刷之类的吧？不是，坐着，他把我嘴巴撑得好大好大好大，感觉像是酷刑。然后拿一种很奇怪的灯，我一辈子没见过的灯，有点荧光，对，照我。然后医生语重心长告诉我说：“你这个美白得之不易，你也受了很多折磨跟痛苦。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抽烟。”他那么说，抽烟就会破功。对，那特别是在七天之内，不抽然后我就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哇，到第一天就是坐立难安，就是奇怪就会焦躁，然后跟狗一样，有没有？那奇怪什么？然后就一直觉得好像没有做一件事情。后来有一天我早上起床，我就顿悟了，我们人活得好好的。为什么要成为美白牙齿的奴隶呢？于是我就点上了一根烟，哇，好棒啊！万一将来就有小，会有小孩，
小孩当然另当别论啦，就是不要他面前抽就好了。因为小孩那个是不同的情况，是因为他在发育期，那可能烟毒对他会有造成什么影响？其实真的会，曾经戒过人都其实都是有良心。但是话说回来啊，我们小时候，我爸爸、我阿公也抽的满屋子都是威威闻闻啊。哎，那如果比如说你女朋友，我还是聪明健壮啊，如果受到什么影响吗？看起来不太好。如果你女朋友因为吸你的二手烟，然后得了肺癌，你会不会因此戒烟？如果已经得了，如果已经得了，那我会归咎于啊，归咎于二氧化碳，归咎于那个汽车排放废气。他是你是纯心想谋害他？我那有点蚊香的意味啦，蚊香是把蚊子赶走嘛，那我是抽烟把女人赶走。哎，因为我觉得很好奇，说你怎么抽烟抽到现在，他都还不离开你？他爱你啦。对，他因为爱我也爱上我的烟。好，从讨厌到喜欢，手指头淡淡烟烟草的味道，对，對味道，对，所以我每次抽一段闻一下，嗯，好棒哦。请问你们那个烟盒上写的那些字都没有用吗？没有，没有人去看。但是那个像国外，像泰国那些地方啊，烟盒上面是直接放那种照片、烂废的土啊，或者说烂牙齿的、啊，直接是图片哦，不可怕吗？彩色图片哦，对，刚开始看会觉得很可怕、啊。印的大张还是小？几乎一半的嘛，几乎一半，看得清楚是烂，看得很清楚烂掉的，他有可能。病人躺在床上插管的、啊，还有那么完整的照片，有，国外有的是这样，从这台湾没有。住院第一天开始，一整条系列，他要买一条烟才看得到。那这样没有用吗？刚开始看就吃完饭想要抽烟就拿出来看就还觉得蛮恶心的、啊。对，但是久了看久了也习惯。变抽烟说哇，这个人怎么抽烟抽得那么惨？台湾一年有20,000个人因为抽烟而过世，哎，就蛮多的、啊。所以我很好奇，就说如果我们的台湾香烟卖。一包啊，一包150或200，你们会因此而戒烟吗？现在是多少啊？最便宜是70-80吧，最便宜的有40，像最便宜的20-30就有了。那一般平均大概50-70之间。所以你觉得把它弄贵是不是？对，因为现在那个立法院正在通过健康捐嘛，就是因为你抽烟，然后把健保的钱给用光了，因为他生病嘛，所以有健康捐，就是把每一包烟加了很多钱。所以 Stanley 现在我们讲什么都没用嘛，就是有一天自己想戒。戒烟是要看自己想不想戒啦，对，因为当初也是会想戒烟，也是因为女朋友不喜欢抽烟啊，对啊，但是其实久了之后，像他那时候就会限制我说，如果抽烟会跟我翻脸啊，就每次看到我抽烟都会跟我翻脸，然后就会我们约定好说，就可能。就说如果看到我抽烟的话，然后就可能要请他吃饭、买东西给他之类的、啊嗯。但这样没有用啊，这样几乎以后每一餐都是我请他的、啊，就一直被抓到。然后甚至他最后又跟我说，就是如果看到我抽烟的话，就不跟我上床之类的、啊。哎、欸，这个比较有用。对，但是也是两个人忍了很久之后，还是受不了。那个正中沈玉玲下怀，就是猛抽以免不可以检讨。对啊，那你就不要在做之前让他看到，就做完再抽，做完就做完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这样明天就不行了。沈玉玲真的很所以你后来真的女朋友说这样就不跟你做，你有真的就改掉了吗？一个礼拜。你现在打算什么时候戒？就真的是结婚的时候吧。我觉得 Stanley 要戒了，因为你真的气色好差。这是天生的啦，我从小都这个样子，真的。从小开始抽啊。就是印堂发黑的婴儿，真的，你出生。差不多了的样子。如果林则徐长那样子，会有人相信他吗？他看起来很像鸦片铺走出来的人。我是烧鸦片的，我都不抽烟的。你有没有办错？你应该是办那个抽完烟之后。生病就变僵尸了吧？重点他不像林则徐，他像和珅，像贪官。对，那个汉典，我有一件事很好奇，你可以拿着烟盆到那个包大哥旁边去。啊？包大哥说他在当兵的时候，因为抽烟被长官逮到，对，就长官做了一件事。你们有没有被罚过烟抽？没有，没有烟抽。就是包大哥可以用它来做实验，让对什么叫可以塞多少吗？就是说我们因为我是成名之后当兵的嘛，是，所以我在当兵的时候因为还是有烟瘾，在训练中心2个月是不能抽烟的，但是呢，我们一休息的时候5分钟的时间可以上厕所，大家挤进厕所，一个厕所最多我看看可以站差不多15个。就挤进去30-40个人，以至于50-60个人，外面好像排队，好像演唱会抢不到票一样。真的你就看里面烟雾弥漫，那突然那个教育班长很大进来，一看就看到我了，就没讲话了，因为他谁都不认识，只认识你，因为在里面只叫编号。啊，结果我集合连机场集合之后，歌星出来，直接叫歌星，直接叫歌星就出来，一出来就开始了，拿了整包烟，
整包烟是20支嘛？哎呦，对，20支。好，我这个还可能不到20支。好，就拿着，拿在手上，含在嘴巴里面。啊？含在嘴巴里面？就直接含进去。对，整个含进去。对。好，来，请到前面来。那个伏地挺身，预备。好，右手撑下巴。右手撑下巴。对。撑在地上。对。左手背背后。哇。好，他就开始点烟了。点，那时候我们还带钢盔哦，要点，让你把整个烟吸到最后没有撑起来，就是这样，这个叫烟抽。抽到完呐，你知道熏的。你怎么起来了？你怎么起来了？很痛苦哎，真的你，所以那时候我们不是在吸烟，我们一直在吐。赶快把烟烧完。你那有没有很帅？这个叫看电视，这一招叫做看电视。对啊，每一集都这样吧。没事，哎，不帮他把烟点起来吗？真的，哎，等于说你们是会一直落泪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时候你知道，所以这样子戒烟很有用吧？哦，不敢抽啦，这个叫烟抽，他也不会打你啊，他不会骂你啊，就是你要抽一次，让你抽够，一包烟就拿出来。哎，今天大使你完成任务哎，你这样子做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真的很痛。所以如果真的这样塞一大把在嘴巴里抽，会呕吐吗？会，当然会啊。所以你觉得戒烟最容易的方法是？就是用亲情的影响，尤其小孩子最。可是我爸也是照抽啊，到现在。以前我们就说不要抽了，好臭哦。就顶多到阳台。不能用这句话。不能用这句话。你不要用什么啊，爸，你不要抽的，不是。这样子，哎，爸爸，你少抽一点啦，这样为了你自己。但是因为我每次你这样。因为其实我们抽烟的人哈，开车最容易抽烟。对对。那时候我们认为窗户摇下来，两边循环就没问题。是。但是里面熏到一个不行。开车窗没有用。没有用啦，那个烟味还是进来。其实他刚刚讲那个真的，因为像成龙他不是有一个戒烟的那个人形牌上不抽烟大自由，可是在戒烟的当下会觉得他是胡烂的，因为。戒烟怎么会大自由？戒烟觉得好不自由啊！你知道，想要抽也不能抽，等下又怎么样？就觉得啊，成龙是骗我的，你知道，不戒烟真的是没自由，你知道。然后后来，可是过了那一段很痛苦的时期，3-4个月过了以后，你才真的体会到不抽烟大自由，因为你不抽烟以后，你就再也不会去受这个烟的影响。你真的是大人吗？你会把？成龙的话拿来怪对方说，对，我觉得应该找他拍戏，抽烟会阳痿啦，彼此真的是比较有用的。对，我觉得这一句还蛮，我觉得这很有用啊。我常常想说，如果在那烟盒上面是放男人阳痿的照片，哎，蛮可怕。那阳痿的照片是什么？不是都一样，都长那样。会有什么太大的？我觉得你放那照片会鼓励女性抽烟，你也不会很想买那个盒来看。我觉得直接就放沈玉琳的照片，不管是什么就放沈玉琳的照片。叼烟那一张，马上大家就说。还跟你一样，该戒发脾气。好了，还是希望各位还没有戒的两位戒烟成功哦。好，保重身体，保重身体，谢谢。所以你们对这种人都。